开始啊，你跳你的啊，你跳那个啊。等一下。哦，六弟。好了，他们两个弟弟啊，好，弟弟在那里啊。正想发着没人懂，有没有？不要再问了，真的很啰嗦。我问他到底有没有牵手，即使你偏不说，有没有喜欢你？到底才破了头。美人鱼妈妈传说，到底是哪个字真的白？其实你没有说有没有喜欢你，到底才破了头。拿来，我不会，我不会跳，算了 ，OK 了。大姐，那你不然跟我跳？